走。现在我们演示一下如何更换智力。首先关电源。智模机这边有五个螺丝，底下有两个，上面有三个。底下两个，上面三个，所以怎么听？好，这样我这个没好。五个螺丝拆下来之后，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卡槽，走，松开螺丝之后把它抽出来。讲话，把智力把原来的智力取出来。然后更换新的智力，我们智力的顺序是反过来装的，像今天2019，0U04，我们是反过来装，是40U0，然后9U02，这样子装的。这个好东西，我得出资料。融转。每个方向都是这么装，卡槽在这个面上。最后一个的时候这样子装，我们先把它全部挑到一边去，这边也挑一下。然后拿个那螺丝刀把它打平。之后直接把这个卡槽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把它装回去。把五个螺丝锁回去，拧紧就可以了。